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爸爸超人。那稍早就是我们军团一位叫盛夏，他抽到了结界法。那我在上面有666，在这边有666，然后就有人跟我打招呼，啊，这个大王请赐食，然后还有这个潮水饼干，他有说今天有舒服吗？那因为我打完天降之后就没有录了，那他们以为我在录影，所以他这有写说为了上直播内容要辣一点，所以我就想说。哇，我应该要再录一下，这样会比较好一点。代表说他没有入境啊，因为这个大王前四十好像蛮难过的。他说："妈，我没上电视了。"对啊，所以我就想说再录一遍这样子。好，那现在游戏嘛刚开，其实整个势力频道啊，我觉得算是蛮热闹的。好，那在这时候，我觉得我应该也有这个义务要去记录这个东西啦，不然以后可能人气啊，有可能会慢慢的比较少，那有可能在上面就。没有人跟爸爸超人打招呼了，对啊，有可能啊，就是，对啊，这种东西就是这样子，没有，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嘛。那在这个美好的当下，我就应该好好的去记录它。OK，好，谢谢你们，谢谢这个大王请赐食，还有潮水饼干，还有这个矿泉水。OK，好，在这边打招呼，好，你们好，祝福你们今天抽这个商城，好，抽这个。战火燎原包都能够抽到结界法，OK，祝福你们，拜拜。